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灵异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午夜巷弄的猫语交谈；二、废弃医院的自动手术灯；三、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内膜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午夜巷弄的猫语交谈。当夜幕低垂，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午夜巷弄中便上演了一场猫咪们的社交盛宴。 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机会，而是一种古老的猫语交谈，充满了神秘与诗意。作为一位研究古今的教授，我有幸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现在就让我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为您揭开午夜猫语交谈的神秘面纱。首先，我们得承认，猫咪们的社交技巧绝不亚于任何一位宫廷贵族。午夜的巷弄是他们的舞台，每一只猫咪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他们以优雅的步伐，或是悄无声息。 或是大摇大摆的进入会场，彼此之间用一种只有猫咪才能理解的语言进行着交流。这种语言既包括了声音，也包括了肢体语言。一只猫咪的喵呜可能包含了多重含义，比如这是我的地盘，你最好小心点；或者嘿，今晚的猫薄荷真不错，甚至是你看起来很美味，但我刚吃饱了。而它们的尾巴、耳朵和胡须的微妙动作，则像是加密的手势密码，传递着更加复杂的信息。有趣的是。 猫咪们在午夜的交谈中也会讨论一些关于人类的话题，比如他们会互相吐槽那些不按时喂食的主人，或者夸赞那些会开罐头的新手猫奴。他们甚至会模仿人类的行为，比如模拟开会议、排队等待夜间小食的分发，或者进行一场模拟的猫界有才艺比赛。不过，猫咪们的交谈并不总是和平的，有时一场关于领地或者配偶的争论会突然升级为一场追逐战或者拳击比赛。在这种时候， 巷弄中会响起一阵阵刺耳的叫声，直到更加强大或者更加机智的猫咪赢得胜利。最后，当黎明的第一缕光线穿透巷弄，猫咪们的交谈也就此结束，它们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家中，或者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打个盹。而我们人类往往只能在清晨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爪印或是被打翻的垃圾桶，对于夜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所以，下次当你在午夜听到巷弄中猫咪的叫声时，不妨想象一下。 他们可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谁是最佳捕鼠高手的辩论，或者在讨论最新的猫薄荷品牌。无论如何，猫咪的社交生活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废弃医院的自动手术灯。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荒废的医院里，尘封的走廊上。 一盏自动手术灯孤零零地挂在手术室的天花板上，这盏灯曾经是最尖端的技术，它能够自动跟踪外科医生的动作，确保手术过程中始终有最佳的照明。然而，现在它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手术台发出幽幽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辉煌。这盏手术灯可能见证了无数的生死时刻，它的光线照亮了医生紧张而专注的面孔，也映照了患者在麻醉下的平静表情。 他可能参与了创新手术的历史性时刻，也可能见证了医学界的一些失败和悲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医院被废弃了，手术灯也失去了它的使命和价值。现在，这盏灯成了探险者和城市考古学家的宝贝。他们穿梭在废墟中，用手电筒的光线去探索这个曾经充满生命力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对着这盏灯发出惊叹：“哇，看这灯的设计，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尖端产物。”然后。 他们可能会拿出手机，用灯光作为背景拍一张朋友圈都夸赞的照片。但是这盏灯也可能有他的小心思。想象一下，如果他还有一丝电力，或许在午夜时分，他会突然亮起，吓得那些胆大的探险者尖叫着逃出手术室。这样的场景虽然有点恐怖，但也不失为一种黑色幽默。总之，废弃医院的自动手术灯不仅是医疗技术发展的见证，也是时间流逝和人类活动变迁的静默记录者。他的故事。 既有科技的冷冽，也有人性的温暖，更有探险者的好奇和惊喜。这样的历史遗迹，值得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去探索和记忆。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各位尊敬的历史爱好者，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带点诡异的话题——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像是哥特小说的情节，但它其实是我们探讨历史和文化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座古老的宅邸，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透露着历史的沧桑。你踏上那滋滋作响的楼梯，一步步向顶楼靠近。随着你的接近，你似乎听到了微弱的音乐声和欢笑声。但当你终于到达顶楼时，眼前的一切却让你怀疑自己的耳朵。宴会厅内空无一人，只有窗外的月光投射进来，形成了一群舞动的影子。这种影子宴会在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 在某些文化中，人们相信影子是灵魂的一部分，或者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映射。因此，在一些古老的传说或民间故事中，顶楼这样的隐蔽之地常常被描绘成是幽会的场所，而影子则是那些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相聚的人们的替代品。有趣的是，这种设定在现代文化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电影、文学作品中，顶楼常常是主人公发现秘密、经历转折或者遭遇超自然现象的地方。 而影子宴会则可以被解读为对生命、死亡和永恒的一种隐喻，或者是对失去的人们的一种怀念。当然，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影子宴会也许可以解释为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心和对于过去的怀旧情绪的体现。人们在古宅顶楼设想出这样的宴会，可能是在用一种幽默而诗意的方式来对抗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消失。最后，如果你有幸被邀请参加一场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记得带上你最好的礼服和一点点勇气，毕竟。 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与历史的幽魂共舞，不是吗？只是别忘了，当你在跳舞时，也许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加入那个无声的聚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传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关于午夜巷弄的猫语交谈、废弃医院的自动手术灯和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动物、技术和历史之间的有趣连接。在午夜巷弄的猫语交谈中， 我们看到了猫咪们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它们用独特的语言和行为进行交流，也模仿人类的行为。而废弃医院的自动手术灯则是一个见证医疗技术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静默记录者，它在废墟中的存在引发了探险者和城市考古学家的好奇心。最后，古宅顶楼的影子宴会让我们思考时间和记忆的流逝，以及人类对未知和过去的探索和怀念。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对人类的思考和想象力的激发。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动物、技术和历史的另一面，也反映了人类的情感和好奇心。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故事后，能够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的热情。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和提问，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神秘和诗意的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